找我了，是不是？找我找得很辛苦吗，杰哥？哎，都知道啊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我都没注意看，他说给我打了电话，但是呢，我那个手机又不在我身上。这怎么还没来呢？等我问一下啊。看到都急死了，哎呀，让家人们担心了啊，家人们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他来的话，就家里面带了个馒头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等会儿我们等会儿杰哥上来的话，我们他饿了的话，我们带他去吃点东西嘛。家人们点点赞啊！现在多少赞了？哇，20万了！谢谢家人们，辛苦了啊，辛苦了家人们。我走了过后，曲布应该没有再去找杰哥的麻烦了吧？家人们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就是应该没有去了吧？去了。我都走了，他去找杰哥干什么？太快了，家人们。他还等一下啊，我问一下接到了没有啊，家人们，我问一下接到了没有。喂，杰哥，接到你了没有啊？啊，我们现在等电梯呢。哦，等电梯啊。嗯，接到我了。嗯，好好好，那我等你哦。嗯，好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好好招待一下杰哥，好嘞，好嘞。知道啊，家人们。然后你们呢？我也看到很多家人们给我发私信啊，就是担心小小出了什么事情啊。没事儿啊，家人们，没事儿的，你们不用太担心啊。我这边都很好。什么都很好啊，都在为我担心。哎，我没什么事儿的，家人们，不用担心啊，不用担心。以后我有时间的话。有时间的话就给大家，哎，来了吗？进，哎，杰哥，小小，你把东西放那儿吧，就放那儿就行。哦，放这里啊。我在直播，你坐这儿来吗？我在直播。你坐过来，坐过来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没有，这不是。啊。来了吗？你不是说？家里面出现什么情况吗？哎呀，我这儿没什么事。家人们，杰哥已经到了
哦，你在开着直播？对，我在开直播。先不要，我让他们，杰哥，你们想不想看杰哥的家人们？想不想看的？都在说欢迎杰哥，想不想看杰哥？想看的打个想字啊！这么多人想我，都想看啊。都想看杰哥是不是？那我们让杰哥，那我们让杰哥露个镜啊！欢迎一下家人们，欢迎一下杰哥，准备好？不是小小。三你这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我挺好的呀。你不是说这边出现点小问题吗？哎呀，那个，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事儿。杰哥，我们先让家人们看看你嘛，先让家人们看看你。当当当当，家人们好，给家人们打个招呼呢。家人们好，谢谢你们啊。杰哥啊，你怎么突然就过来了？就是因为担心我吗？是，你不是说？那你这样子过来的话，家里面怎么办啊？家里面没什么事啊，家里面小孩的话，我让我小姨看着呢。让小姨看着的。哎呀，我这边没什么事儿的。不会，你是不是需要钱啊？什么需要钱啊？这不是出事情了吗？出事情的话，肯定需要钱才可以解决嘛。不需要不需要，你真的是瞎担心。而且啊，家人们，你们刚才是不是说杰哥把他家里面什么什么把猪都给卖了，是不是啊家人们？你们有没有知道的啊家人们？为什么他们都说你把那个猪都给卖了？你卖猪干什么？你们那养了那么久的，那都是你们过年要吃啊什么的。就我想多凑点钱。你凑点钱干嘛啊杰哥？我不是欠你的钱吗？你怎么又说这个事情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，那个钱虽然我当时说的是让你慢慢还啊怎么样，但是我们作为朋友，你看你现在家里面又有小孩要照顾。不是，主要是你这边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发生什么事儿，杰哥，真没事儿。有什么事的话就说出来嘛，虽然我帮不上你的什么大忙，但是我可以想想办法的。哎呀，真的没事儿，杰哥，真的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就是，公司那边的话也我也解决好了的，没事儿。你害你担心了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杰哥。没有，主要是你这边没事就好。我家里面的情况的话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还有我欠的那个钱，我给你凑过来了。你干嘛，杰哥？你那个钱，不要再说那个钱的事儿啊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杰哥说什么凑那个钱？那个钱虽然我，家人们知不知道？就是当时我是说让杰哥慢慢还，就是他叔叔那个嘛。但是呢，我这边我不需要的，杰哥你自己收好了，而且你还把那个猪给卖掉了，你真的是。是那个猪本来就。你本来你自己家里面就，你看妈，你阿姨又出去工作了，又不能照顾小孩子，然后上次我给阿姨的那个。也阿姨也带走，也没给你留着，你又要照顾小孩，你本来就够辛苦了。不是，在家里面的话开销不大，所以家里面还借了钱。家里面你们怎么都这么说呢？你就不要这么说了。杰哥，你还借了钱啊？我是确实是借了一点，但没借到多少。哎呀，杰哥，你倒杯茶。没事没事。口渴了，你先喝杯茶。你先喝杯茶吗？
你这来也辛苦了，吃饭没有啊？我吃了，我吃了。杰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先，这个钱我这边不需要的，你把这个钱给还回去，听到没？先把这个来喝口水。没事，我都借过来了，我都借过来了。你这边需要的话，我真的不需要。你先悠着，这个、到时候我真的不需要的话，我再找你借嘛。吃了个馒头，你没好好吃饭啊，杰哥。吃了，我吃了的，家人们，我吃了的，你们怎么什么事都在这里面说、啊？吃饭没？要不我们先去吃饭。我吃了，我吃的，现在很饱的。真的吗？你不要骗我。啊、不骗你了，我吃饱了。哎，让你害你担心了，杰哥，真的是。吃，就是说，你只吃了个馒头啊。馒头，我在路上随便买个。在车上吃的，要不然我们现在先去吃饭吧。我现在也没事儿。我吃了快餐，我吃了。吃了的，真的。家人们，我吃了的，我吃了。那我们，那我等一会儿我们去吃个夜宵什么的嘛。等会儿我再带你去吃点好吃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请杰哥吃饭啊，好嘞。等会儿我们叫杰哥去吃饭啊。家人们，你们也是啊，你们也是这一天害你们担心了，哎，但是我这边小小这边的话是真的，公司那边也处理好了，没什么事。我是想想你公司这边到底出什么事情了吗？公司这边的话没出什么事儿，就挺好的，就是也。没事儿，杰哥不说这个，真的没事儿。你看我来这边也帮不上你什么忙。你过来就是最好的，看到你就是最好的。没有啊，家人们，不是那个公司那边的话，我已经解决好了。你看家人们说你。只报喜不报忧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的？没事说出来嘛，家里面也想知道。其实不是，公司没什么事儿，我自己。公司没事儿，家人们应该不